会掉下来。不要回头，还是要回头吧？看一下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！啊！你刚刚这不知一节了。好了，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叫做《Lurk in the Dark》，然后它现在是免费在 Steam 上面可以让大家去下载游玩，一样就是免费。为什么我们都玩免费游戏？经费不够、啊不好意思，经费就是不够，所以我们只玩免费游戏。我们已经破产了三年后了吧？好，那这个游戏没有中文啊，所以中途会英文跟日文，所以尽量大家就忍耐一下，我们会有翻译官了，我们翻译部门芒果及时帮我们翻译，好不好 ？Start up。拍手了，吓到！拍手会吓到啊 ！Start a new game！ 哎呦，哎呦，吓死哦！哦，又是不能出去的地方。啊，反正就是你，反正就是不想来办案嘛，是不是跟你现在心境一样？走吧，我们走吧，今天晚就崩溃了。十万岁，拜拜！哦，为什么有这个门？加奶，加奶，走啦！啊，这就是地下室呗。地下室哈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地下室就是，这是最可怕、最可怕的地方。要记得要关门啊！你怎么不关门了？好多，是头发吗？手电筒快没电了。海菜，是海菜的部分。那可以做那个寡棒。不要动那么快，好不好？啊，太快吗？对呀、那根本上我的节奏啊，做呢？哇、哦，人在那里呀、啊！那只是一个雕像而已、啊。Fuck！ 他最讨厌雕像，还有石头。这两个刚好凑齐元素，石头雕像。笑，你要笑。鼓起勇气下楼吧。不，带桶就突然把灯都关掉了。你要开这么暗吗？你可以开一个，不就这样子了？它只是闪一下，然后再全亮。哦，味道很臭哦，看一下，味道很臭哦。十字架，感觉就是，知道为什么味道那么臭吗？因为我们刚刚有叫王刚帮我们准备五公斤的尸体，又来。今天要料理的是，也是蛋炒饭吗？呀，欸、有蓝颜色哎、欸。Lost 红茶。敌人醉了、哦，贪婪什么无微不微嘛，应该有七只嘛，一二嫉妒嘛，贪婪嘛，贪婪啊，笨蛋、白痴、低能啊，乐神色欲啊，好，没有到那么没有骂那么凶啊，什么低能？那个王他觉得自己很屌，万王之王，对，哦，他想要把全世界、全天下纳为己有，嗯，对吧？他说一个卖一个稀有商品的商人、到了王的面前。应该是说他老婆很漂亮吧，然后那个王就觉得说，他那个王就很嫉妒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吧，然后就是电小灯熊皮，然后他就下令士兵去杀掉那个商人，把他伪造成一个意外，真没有跟他讲真相，对，没有跟他说他前夫是被他杀死的，然后就每天晚上这样疯狂做菜，哇，他就是说他最后就是想要长生不死啊，因为他怕死，各种各样的药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变长生不老，他到时候变成很胖了、嗯哼。我吃太多药变得很胖，对，那最后就是被干掉了，那个整个王国被干掉，就这样，那故事就这样。好，这没什么重点啊，点亮了，他可以点亮，他是不是按照顺序把那个王犯的那七种罪，然后按照顺序把他点亮？我们拿一本书，是这本书王可以用在这边，这本是，对啊，一样的、，Sinful King 有没有？嗯，好，我们再用你用，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翻开了？再把你把转正中间来，左边这样，就跟恶灵古堡一样嘛，对，哎、上面有画一些线。你对，这情况看、啊，它就会盖下去。再看一次。然后红色的标记起来就是它的原罪了。是重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真的是七个。还有这个，来来呀、开了。下面呢、我特保住，推开。斯巴达西，斯巴达西呢？要死。来 ，Go， Open， 哇，那怎么没吓到？你怎么没吓到？啊，这个还好，还好，是不是？这样，他说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东西，就在山门，就在山门，所以我们要回去吗？所以先 take it， 好，好呢，好冲！难打，哦，白木啊，难打，难打。
转向，你现在是不是看到奇怪的地方？干嘛被他声音吓到啊？为什么转过我这里叫、啊？奇怪，会往左右边哦。我只是个翻译，你为什么对着我吼哎、欸？慌了哦！跑、哦！干嘛？什么事情啊？阿公，你不要动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听到你哦。妈，你都动你试试看喽！我看起来没办法干你啊！我就不玩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先盯着你哦。哎，不要怪阿东啊！没有阿公，怪阿东。跑向前跑，跑起来呀、啊，吊起来，打开。啊！你期待什么？Oh my god！ 跑向前跑，什么是狗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狗呢、欸。不是阿公呢、欸？为什么看成狗？哦，你讲，大哥哥 ，OK， 左边再看右边，然后就先在你右边。我建议是不要乱看了、啊。他年纪太小了。超级风趣东洋话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在无限 repeat？ 快跑！我天哪！哎、欸，烤好了！您的吐司已经烤好了。咚嚓！好的，唱那个。咚嚓！咚嚓！咚嚓！哈哈哈哈哈！声控的，声控的不得了，这个门高科技啊，原来是要我们唱歌跳舞啊！好啊，来啊，不要去啊！来，走，你有爱去哦？满地阿公，左边，这城市满地，满地的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好多金啊，经验值很高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你再掰嘛。哎，走啦，你是这里啊？还是哪里？冲啊！Motherfuck， 我手电筒不见了，怎么坏了？好啦，哎呀，我好暗哦、啊，我太暗了啦，这不行啊，不用紧张，你眼镜戴着哦，走一条路吧，走而已啊，反正等一下他会帮你开灯吧，是吧？开的，不然开灯你会吓到，我跟你讲，你有走对吗？叫啦，熊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开灯啊！这是什么？我们做游戏最变态，感觉是你哦，已经开始在，感觉是你内心的罪，哦，就是跟看一堆游戏一样，对，欠个钱而已。你讲起来。お前がこのクソみたいな悪夢の元凶なのか。俺にどうしろってんだ。どうして？答えろ。答えろ。他叫口太郎。答えろ。冲上去。他一定会抬头啊。不会，也许很可爱啊 ，50-50， 对啊，他不见了，在后面吧。对，不要回头，往前。我这么想，我觉得他要掉下来。不要回头，还是要回头吧，看一下啦。哦，妈的 ！fuck！ 没事。哈！你刚刚这不知一节，看我！破了，结束了吧？差不多，通了！怕你嘞？怎样 ？Happy New Year 啦！哦、OK，Remember 啦！哇塞，这么短戏啊！好，把那个洋装穿起来，应该结束了。啊，这么变态游戏啊？差不多吧，反正你又看不到。那你身上要带什么东西？你身上好像有讲话声音哦。不往下看。没有。
金蕊，金屁咬，打到。